美人节的低潮，赶快下狼灾。刚才讲说，本来要接的广告没接到，你知道我最惨的时候是已经拍完了。硬生生叫我退钱，我说退钱，我说我又没有违反善良风俗。对，他说你婚变，我说我是被家暴，哎，我婚变是我愿意的吗？叫你退钱，退钱啊。